客今天来到这间从花莲开到台北的咖喱专卖店，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重点。这里卖的是台湾原住民风味食材的咖喱，像我点的这道就是用红番茄为基底，再加入原住民常吃的树豆，咖喱酱则是用花莲在地的南姜、姜黄等香料制成，味道香浓，很开胃，带着微微的辣度。最大的特色是酱汁中吃得到食材的纤维，牛肉软硬适中。我家60元点了一碗有机豆花，入口豆香颇浓，滑嫩顺口。我还点了咖喱鲜鱼，选用来自花莲七星潭的鬼头刀，搭配有机冻豆腐。这一款咖喱的风味与上一款不同，带有微微的果香。服务生说是用孟加拉香料籽调制而成。鬼头刀肉质扎实，咖喱鲜甜，很够味。猪脚的表现平平，加了刺葱调味，增添了一点原名风味。这里不加收服务费，所以需要自行到柜台点餐，接着拿着餐盘等待服务生盛装，再自行拿回座位。从餐点中看得出店家颇重视食材的选择，选用了许多有机无毒的食材入菜。重视健康又不想吃得太清淡的人，不妨来试试看哟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